咱们打一手卡密尔，来个多兰剑。소환사의협곡에오신것을환영합니다실수에서배우는법이지小黄毛又出皮肤了。帅呀，这英雄啊！我打美色符，一开始上线没人，我搞两把韩符。미니언들이생성되었습니다找到的啊卡米尔应该能过来等他他没过来从哪来的呢也正常的人不应该都从这边往上走吗看来他不太正常看他一学的啥我估计是学的 W 技能一脸不打了啊往后拉这个 W 他中不了他就亏一打二弟学个 Q 吧可以直接干啊这不行了他有饼干不过没关系他二弟学的 Q 不用害怕啊只要这个 W 的我们不吃就行哎这种英雄就可烦人了他也不打先 Q 一不一我估计死哥哥右边呢他这个状态不对了发现没这死哥100%搁在右边100%但这波我不能回家这有点讨人厌了这死哥什么时候来的呀我为什么没看到啊他怎么还不走啊我操蹲他妈一万年蟹也不吃也不知道干啥呢这打野我要是走了我这波兵他稍微有点亏我不好走你知道吧双都蓝他有盾了不能打了啊等个分身难搞真的这一打不了没人出来这线儿太恶心了我可能得让这打野过来一波
这两波这个线儿啊，控的位置啊比较烦。嗯，啥意思？我其实不上好了，我打的稍微有点烦，你知道吧？这个破逼英雄他就只能跟你耗耗耗耗耗，哎，你要不给他机会，他就一点他也抓不着机会，他也不跟你打。除非你跟他打，要么你就别想打死他。这没躲掉啊！我操，还死哥还能放个大？不过我们这波兵线很赚。应该不能推进来，应该能卡一会儿。好几天没跟他们玩，碰着这种破逼英雄，老跟你耗，打的我有点烦。稍微有点着急，千万别跟他们着急，你知道吧？你是韩服这帮人，你一跟他着急，哎，就老能有这机会。你是真牛皮，兄弟，你敢一到我脸上跟我来打来，你配吗？谢谢老板的红包。抽个小胖要光一我俩。来一层塔皮。打这种英雄就只能耗，他硬打肯定是打不过我们。他有大啊，小心点。我其实反应还是慢了，我刚才闪现都不用交杀的，其实他放E我直接转R，我能把他E给他断了，他就晕不到我。我来了，可以打。你这啥意思？啊？哎呦，送！哎呀，你们这波简直了，兄弟！哎，你们这波是简直是有点送了啊！我是真开心呐、啊，这一下来这么多人，我一开始以为中单万豪，哎，打着打着出来个梦魇儿，我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中单不是万豪，是梦魇儿。葫芦娃了，强大的葫芦娃。
下路要死了，哎，总路被干了，我不能打了啊，等一下有大了再跟他吹。 把这边兵收了，等一会儿大招。你去中路收线，你这上路塔皮白给我吃啊？那好吧。 等他来啊！哎呀，这卡米尔这大招是不是有 bug 呀？为什么他都死了还能框我一小下呢？ 传送也没了，人也死了，塔也没了，哎呀，是好船啊、哦，好船。 回家了，我们三项了。不回家，我要干他这波。卡米尔硬拼是肯定拼不过猴的啊。 像这种不灭的，我们即使半血，他满血，我一波一直跟他拼，他也拼不过，他就只能跑。正好我刚才差点钱，来个水银孩吧，漂亮啊，兄弟，拿下！啥段位我忘了。 看看啊，屏幕上方有，把峡谷拿了，挂机了吧？这还不挂机？ 没太玩好，正常这波点炎不用套的，他直接就一我那假猴了。艾克这不叫灵能特工吗？要灵能特工吗？ 哎呦！哎，这死哥没死，我操！我闪现杀的好了，但我刚才觉得他不配我一个闪现，你知道吧？所以我没乐意杀他，稍微有点狼了。
哎呀，薛威是有点狼了，小狼了一会儿。关键吧，我看着死哥我有点烦，你知道吗？脾气不好，他这前期赶可我，不去打河蟹跑过来赶可我，你说我这能摇了他吗？我摇不了他吧，我这边杀人没毛病吧。我来了，哎呦，我就在旁边呢，这还放大呀，12级永恩上波死了1000，算了，稳一点吧，打这种分段不是那么很适合狼，狼两波送回去了可能就翻了，不好办了，小龙吧，我们三条龙，现在我们打小龙对面就只能两种选择，第一出来跟我干，第二去上路抓我，所以我不去他们就抓不着，他出来跟我们干，他们家就输。死了个谁？死了个梦魇是吧？我好想冲塔呀！我有点抑制不住我自己的内心情，真的，我好想冲塔。我看着死哥就烦。峡谷呢？干死！哎，梦魇，梦魇啊，梦魇，你往那么远跑干啥呀？该死了吧？哎，一波吧，一波给他拿下。直接一波给他拿下，忍得了吗？忍不了，那不行，那太狼了。这预言杀15个，稍微费点劲，不是。